一个想象自己是老鹰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族，在传统服饰上面有那个老鹰的羽毛，两只，对，除了代表身份地位之外啦，就是我觉得就很像我们在跳大会舞，手牵手跳的大会舞的时候，勇士舞啊，或雕舞，就可以看到很多只老鹰在啊、除了地上，还有天上在盘旋。就是想把这个画面记录下来。好，下一首歌叫《风》，Body。台湾组话叫巴黎啊，巴黎，风，对，这个是我在去年的时候，在去年嘛，那其实前年就有这种感受了，这样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嘛，其实我们都很辛苦的在家里面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对，那我们在虽然在台东。其实，在台东也有很多自然的环境，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喘息的空间。但是，我觉得另外一个感受是我们像来自其他地方的朋友，在这个疫情的时间里面，我应该都过得很辛苦。我觉得，对。那这首歌其实是我在疫情的状况，这个状况下，那我也有来自许多国家的朋友，日本的、欧洲的，还有美国的，都其实都有的，就因为音乐的关系，所以认识到很多人。但大家也知道，就在疫情的时候，其实这些国家都其实蛮严重的。那也许多人也没办法，因为我认识都是音乐的朋友。很多人没办法表演，没办法去live house 啊或什么。对，那去年的时候，虽然我们也有升到三级，但整体来讲，其实还是对，就是跟国外来讲是好很多。那我很担那个时候，我很担心国外的朋友，我常常会在虽然是。我还是会跑到海边，还是会跑到海边，或是说就弹弹吉他。那时候我开始做，就是做常常做直播，做一些 BGM 的 background music， 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当下我的心情，也让对方可以想听我线上直播的演出，就是不算演出，就是一个演音乐的分享而已，就可以舒缓一些。当下紧张的情绪，这样，我是就是去年的时候有做这个事情，然后因为这样子网络的关系，所以我突然感觉到，风这个东西有点跳了，可是突然感觉到风这个东西可以，带给一些感受，因为我在海边吹风的时候。好像就是刚刚我讲那个故事，就好像真的有人在我旁边这样。对，那我感受到他们的陪伴。但虽然是我自己想象，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在，所以感受到他的陪伴。然后我也用我的音乐，或是说一些让人家看到、感受到的方式陪伴这样。因为那个时候，我觉得陪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，我们才可以走过最困难的时候。对，那风带来对方的消息，风也带走我对他们的思念，这样。对，那就是这首歌的意思在这里。